好久没有认真做音乐写歌了耶！新歌你们期待吗？妈妈第一次去北京，开心不？来到北京的摩登天空录音室啦！有有有有！哎呀呀呀！你知道妈妈，我们认识十几年，对，但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歌，认识十几年的好朋友。我们合作的比较多是游戏，玩游戏，打电玩。你们的颜色蛮搭的。孤独的日记，给自己打气，一字一句对抗着打击。哦，到底要我怎么做 ？I just wanna have it my way。明白自己最珍贵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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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怎么努力怎么证明到最后却还是透明不管他们怎么说全部当作耳边风 cause wow 这是你的 show 对质疑 say no 我负重向前冲穿鞋黑夜白昼我们为了梦想的人耶那你这个2000这个行不了爽一下，但我到哪每个录音师都要先摸一下他的钢琴。啊，对。点的什么好吃的、啊、？Oh my god！ 你知道吗？我刚刚一口气唱了两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有吧？我都是这样子，我是一口气很专注唱完，然后我就可以吃饭。然后唱九点多。这次真的太开心，第一次来北京录新歌，录自己的新歌。然后我知道很多很多我的粉丝们，我的元宝们都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发行新作品。我希望这首歌让你们耳目一新，用心良苦做好音乐。其实也没有啦，我只是觉得说可能有一种新的开始。好歌其实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只需要好的灵感跟一个好的伙伴互相配合，然后呢就蹦出了火花。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在玩音乐，然后我们只想说想表达最近的一些心情，因为歌词也是我写的，这次写出了我的心声。好了，就是我们都有一些莫名的倔强，然后从错中学习成长，然后一直莫忘初衷，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梦想努力。这首歌我只希望可以除了鼓励我自己之外，不要放弃，不要气馁，也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得到一样的一个动力跟感动。我希望你们都要加油，就坚持做自己，然后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然后实力是会说话。我要再给梦想一次机会。